好了，现在用这个粉底哦，这样会太白吗？什么颜色啦？黑色的、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画哪里啊？这画哪里了？这画哪里了？唇膏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陈伦，欢迎收看经典 Flash 小游戏。那这一次我们的主题呢是女生游戏，来看看我这个钢铁直男挖掘自己的少女心。好，那这集的第一个就是艾里做蛋糕，这个详细的解说就在过程啊、哦。那么就开始来做蛋糕吧，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吧，这个我就没有办法看得很懂了啊、哦。用蛋做蛋糕的基底，现在要来搅拌面糊嘛，那要在时间内打够多的泡哦。这样想有点奇怪，详细的看得懂我就看得懂啊。Start 哦，对，然后就开始搅拌啦、啊。那如果不动呢？不动它就会开始催我啊。好了 ，Motto 啊，应该是更多吧。那再来，它是时间结束内要尽量打啦。那我好像打得不够怎么办？这样行吗？那只有12下啊、哦，大失败。还是直接下一步啊、好吧，我已经看到结局了。然后接下来要把它烤熟，进入烤箱吧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每个环节都有对的做法。那现在要烧到它对的样子哦，范本是这样。OK， 那要调吗？哦，开始膨胀了。它要满出来了，好，这样行吗？还要有点膨，对了，我以为它有点表面张力，要膨出来一点，又大失败了，哈哈哈！哎呀，看来我没有烘焙的天赋啊。接下来要做鲜奶油装饰啊，好，那要按照右下角的范本去做 cream， 那要有八个小笼包啊，不是，我在扯了啊，挤鲜奶油了，好，那开始挤泥，哦，这样够大吗？挤泥。啊，漂亮的顶泰丰奶油，这个环节可能是比较容易的吧，不要我等一下要失败咯。那我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游戏的背景啊，我是不是挤太多颗啦、啊、有了，有八颗了，这样行吗？然后要在上面放草莓，哦，这么不对称啊，强迫症看得很难受啊，我给他多放个几颗啊，我就真的只有八颗可以放啊、哦、好，我重点还没讲哦。这个游戏的背景是一个叫做恋爱无敌的漫画，那女主角叫做石之爱里，这个是她的妹妹叫石之菜子，那漫画的男主角叫佐原多树，因为这是一个少女恋爱漫画啦，所以她就是要做蛋糕给她啊，又想晒恩爱啊，所以我要破坏他们啊，啊，完成，大失败啊，这个差太多了啊，叮咚，地狱的声响。啊，多数来了啊，是在对的时机呢，因为刚做好嘛。那么就请他吃吧。我乱翻的啊、哦。等一下，他怎么看起来比这两个角色还要小啊？啊哈哈，吃死了！爱你的暗黑料理啊！哎、啊，救护车！呀，不要死！对，如果你没有照正确的手法做蛋糕，就会有这个失败的结局哦。好吧，那我们一开始先左三圈，右三圈。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，我们来做蛋糕。哆哆手啊，哆哆脚啊，请做深呼吸。学春春唱唱跳跳，你也不会老。屁嘞，会唱这个的都老了啦。有听过的都老了啦。好了，好，这样50下够吗？哦，他说成功但是没有大成功，我也不知道有大成功吗？好，然后反正接下来知道怎么做了吗？可以吗？失败了，这啊？很严格呢，那有没有比较中间的结局啊？就是味道普普通通，来个他说我的奶油放的有点大，我喜欢大奶油，不是啊，我在讲什么啦？一直被他嫌大，这奶量多一点不好吗？为什么这种少女游戏我可以一直想笑啊？我刚才实在讲太多骚话了啊，大失败！等一下，总比上次好吧？又要吃死人了吗？哎呀！啊，不是吧，还没有真的很惨啊，他这一次是缺水太干了吗？这可能是第二烂的结局，叫救护车是最惨的。好，是时候拿出我的小当家实力了啊、哦、等一下要那个音效了，我这样会不会太松啦？七七聊天室七起来，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这种话。大成功，像我第一次就过头了嘛。哦，有谁哭，刚刚没有大成功，但是应该还不错吧，这一次挤得漂亮一点。你看这个小笼包很漂亮哦，看得我口水都流出来了呀，好像有点歪哦。好啦，这样子还行吧。啊，
どうして？为什么？いただきます。开动了。哦哦，怎么心动的感觉？哦，おいしい，好吃。但是看起来不怎么样。味道还可以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卖相不太好。那这个游戏还有第二代，叫艾里做饼干。其实我本来是不打算玩的，但是就快速带过吧。因为后面还有其他游戏啊，我怕时间太长哦。这一次要做 cookie， 哎，同样一开始要先打面糊，他一直叫我干巴得，加油！等一下，为什么我觉得有点难搅啊？哎，还卡还卡，为什么卡成这样啊？好，76啊，成功啊，要80下以上吗？不是吧？好，接下来就是用星星模具左右转，所以要几个啊？啊哈，哦，要节省空间是吗？空间管理大师，这可能要左边，对，这样行吗？哦哟，4排，总共不知道要几个啊？这一款应该玩过的人就比较少了，我没有看到留言提到，是我顺便找到的啦。这边好小心哦，不知道为什么好认真去玩这个哦。17个，可以了吧？大成功，可能要15个以上吧。然后就开始烤了没？这跟前面那个一样吗？颜色，这要怎么看啊？要焦了吗？可以吗？烧过头了，这要怎么看啊？那个角度不对啊。啊，好吧，反正一定要失败啦，就是多数来了啊，受害者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哦，还不错是吗？嗯，おいしい，还可以啊。他应该是要我们再研究更好吃的饼干吧？我用零星的字去猜啊。哎，我有时候脚他怎么没算啊？哎，88，不要吃起来像88哦。这边其实根本不用那么认真的哦，你就大概利用一下吧。我真的硬塞了20个进去啊，客家精神发挥出来了啊。刚刚他变大的时候，我好像有看到。哦，这个阶段可以了吧？哦，有有3个大成功了 ，yes， 要撒狗粮了，我开动啦！哇，画风突变，5星级的饼干是吧？吃到哭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太难吃啊，还是说他在忍？这情商很高啊，趁机撩妹一波。好了，接下来要最糟糕的啦哦，那大失败。剩下的，这才是最省的，哎，不能再弄了，有点少，只有6个成功的啊，哎，明明就只有6个，这边多了4个，是他做的吗？好了好了，直接生的，这根本在吃面糊吧？好了，失败哦，苦啊，这味道会杀死人。你找死啊！这一次女主角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哦，热恋期过了吗？男主的求生欲在这一座比较强烈。好啦，这两座就带给大家，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系列吧。看到这边别忘记点个赞哦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我不知道多不多人玩过啊，那它是一个化妆游戏。刚才的剧情大概是女主角在睡懒觉，然后男朋友之类的吗打电话过来啊，为什么还没来啊，所以现在要赶时间准备化完妆吧。那如果没有打扮好的话呢，他会更生气哦。然后我们的目标是化成这样，哎，我还没看清楚啊，这是怎样，这难呢。好了，现在用这个粉底哦，这样会太白吗？什么颜色啦？黑色的哦。我不知道哎，画眼画哪里啊？这画哪里的？这画哪里的？画眉毛哦，对对，画眉毛的。哎，这真的是钢铁直男呐、啊！然后这个是眼妆，哎，对，粉红对吗？这画的跟狐狸一样哦，有对吗？还要再加其他颜色吗？不是吧？再加红色哦，我这样对吗？这也太浓了吧！然后接下来是要怎样啊？橘色、哦，再加在最下面，要唱京戏了是吧？哇塞，这睫毛膏吧，哦，不是睫毛膏，是这个啊，刚才那个应该是眼线吧，唇膏，唇膏是粉红色的吗？
好吧，时间来不及了，男朋友很生气走掉了。各位，我干脆一直重新整理，一直去看算了，我不然这样子重来也多花时间啊。哎，你没有玩过这一款吗？然后最底层的好像是粉红色吧，有颜色的深浅吗？我在想，开始下面好像变紫色了，怎么好像有点过度了呢？好像不太对哎。哎，口红是这个深红色的，我记得。然后苹果肌对不对？是吗？我讲对吗？这发型什么才对啊？这个好像是他本来的发型啊。衣服，哦，粉红的，都红到底啊！圣诞裤，圣诞袜，穿雪靴，我的时间又超过了，是不是？哈哈，好，再仔细看一下啦。那其实女生类型的游戏也是真的很多啊。我本来要玩的化妆游戏可能不是这一款，接下来要黄色嘛，比较接近你本身的颜色哦，好像也不太对啊。好啦，我们先赶时间啦，先画完再说啦。这个用的对不对就算了。哇，这个男主角被骂咯。不是说约会都是男生要等女生吗？这有潜规则的啊。OK， 我不知道衣服到底穿什么比较好呢？穿裙子哦，短裙。这袜子，丝袜、黑丝，有鞋跟的，这 有点跟的。这个是我亲爱的吗？她男朋友开始怀疑的啦，因为可能女朋友的妆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吧。妆容不一样，所以认不出来啊。他就觉得有点奇怪啊。这真的是素颜差太多了吗？所以衣服要穿什么样的啊？等一下，他的眼妆淡淡的啊，可是为什么这边要我一直画啊？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哎。白色吗？是要先上白色在底部啊？要先上白色在底部啊。然后渐层嘛，下面是用粉色啊，最下面紫色。对，刚刚应该是这样吧，对不对？还要先上白色在底部啊。这个是比红色再深一点的，真的是直男考题嘞。好，感觉要通过考验了。这衣服的选择也有很多哎，要哪一个才对呢？短靴，这怎么像溜冰鞋啊？有了 ，good。男朋友说我的宝贝怎么看都漂亮。我今天玩游戏是在给我日韩文考试，是不是？还有其他结局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各位，那如果我来一个化妆化正确，但是穿搭很奇怪的，所以化眼妆真的不容易啊，要渐层哎。女人为了美丽是真的要付出很多代价啊。很辛苦啊，虽然大家都说自然就是美啊。好，那小矮人，七个小矮人，戴绿帽啊，不是，绿皮肩，牛仔裤，这是时尚，很 fashion 啊。平底鞋，这样有潮到吗？居然也不错，所以穿搭是没差的吗？只有妆容的问题啊，我也不知道其实以我这个死宅的观点来看啊，确实长得好看，身材好，穿什么都好看啊。穿搭的话不要太奇怪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大家不都说干净整洁吗？虽然我好像没有资格谈这个啊，一个单身24年的讲这些一点都不值得参考。我看一下，那这个也很奇怪啊，真的怎么样奇怪的都可以吗？所以真的只看化妆而已，穿搭只是后面一个附带可能让女生更喜欢觉得有趣的环节啊。那化成白眉灰眉老了，然后绿色的，哇，绿茶风格的画成绿茶婊，加蓝色，蓝绿一家亲啊，再加个红色，蓝绿红一起啦。这个眼妆是孔雀吗？我这一次是故意乱搭的哦。然后来个紫色，哇，嘴唇发紫啊，要送医了啊。变色发黄，黄脸婆，真的要吓死人了啦。这个小姐，你是刚拍完鬼片忘了卸妆是不是？所以它有三种结局，一种是时间来不及，那还有好跟坏。如果你没有玩过其他的，可以留言讲哦。这个 force 还拼错哦，因为这个是 flash 小游戏，所以拼成 flace 吗？应该是 false 啊。接下来这一款叫做临时梦工厂，这个我小时候有点印象，可是当时随便点不会玩，所以也是没有好好体验过啊。总之呢，一开始零食没了啊，不够吃了就打架，所以现在要赶快去工厂做。游戏时间有100秒，按照萤幕上面啊去做。那所以这个是怎样？不同的零食有不同的做法哎，冰淇淋、布丁，然后热狗吗？还是麻辣？好像也不是。这个米肠是什么？感觉里面是巧克力一类的。那这个就是甜甜圈嘛？它好像每个都有对的做法哎，但是我实在没办法详细看，我觉得我们就从错误中学习吧。开始啦。啊，要有三个甜筒，
啊。哎、欸，满、欸、出来了，这行吗？包装，不良品啊、不行，100秒的时间内要完成全部啦。这个米肠可以哎、欸，不是米肠啦，巧克力肠、欸、也不是啦。好，这个最简单的那就来4个啊、哦，不能过度啦。哎、欸，虽然我很想看过度会怎么样，来看一下啊。啊，又满出来了，那这样就真的变成一坨屎了。天哪、啊，看着都。来装，哎、欸，可以，包装。有这个甜筒，这100秒的时间到底够不够呢？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做甜甜圈，这样有成功吗？不行，它要在烤嘛，对不对？它这边在料理中，然后时间在跑，什么时候才要丢出来啊？失败了，没有零食活不下去啦！原来在抢金克拉之前就有这种战争啊！工厂的纪念品，这只猫我小时候有印象啊，有在那个类似的游戏看到过。其实他们都是 iBravo 的游戏啊，这个韩国网站也是很多人小时候的回忆啊、哦，不只是女生游戏啊，应该很多男生小时候都点过。哦，一次可以来2个嘛，对不对？甜甜圈要怎么做呢？哦，它刚黑色了，所以不行。哦，刚才是我烤过头啦，所以这个甜甜圈也不难做啦。但它上面的那个颜色有没有香味跑出来就可以做了。所以这个游戏其实你熟练的就一点都不难啦、啊。小时候就完全看不懂，不知道在点什么东西啊。OK， 3个甜甜圈，然后甜筒再来一个。好，剩24秒。那这个布丁要怎么做？哦，夹心。哎、欸，没有，等一下，我这有没有对准啊？等一下。好，这感觉也蛮容易的啊。OK， 好，再来一个。哎、欸，不要，对，怎么都挤不到啦？好，哈哈。哦，有，成功了。哇，我不记得我做这么多啊。肚子吃饱了，都还剩那么多啊！啊，他应该是这个意思吧。